看童年照猜歌手名。哇，童年照将回顾近三十年在各大影响力音乐榜单中的最佳男歌手。率先回答成功五道题的队伍即可获得优先演唱权。我自己的童年照我都看不出来，这个还有点难。来吧，请看第一张。哇，这太难了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请杰哥回答。孙楠，回答正确。啊，这我也知道，哦、很像。哦，真的是。哇，这太酷了！哇，不见不散。三，你这抖。请看第二章，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谁呀、啊？请这亮哥回答。陈奕迅。啊？真的吗？这么瘦吗？回答正确。哦，这么瘦啊！哇，这个看不出来哎。我眼睛都还没有对上焦，他就举手了。一猜都看得出来了。哇、respect。下一位，请看第三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。请子琪姐回答。林俊杰。回答正确。哇，好酷哦，戴那个，我以为他戴的是那种滑雪的眼镜，结果应该是个眼罩吧。哎呀，太搞笑了，他好可爱。来，我们要得分了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准备，准备蹦起来。嗯。这谁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哇，哇哦！请佩妮姐回答。哈，庾澄庆老师，哈林哥。哦。回答正确。我的妈呀！这都什么眼力呀、啊？哇，这都能看出来，这太厉害了。这个很难猜啊。Respect。下一题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？谁呀、啊？这是张杰。